下啊，给客户看看。没事，简单拍一下。这个是五公斤的，对吧？2.5，五公斤，十公斤一台机器。哦，都能做，这个也可以，2.5，五公斤，十公斤，对，一台机器，好好好。因为有客户问他，但是他问的那都是纸质的。嗯，咱是做什么的？我做外贸的。做外贸的，有客户询盘的。哦，外贸，我们专门有做外贸的。哦，好的，可以交流一下。好好，留个电话。好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卖给国内任何一家企业单位。对，就是当时我们一年的话，方便的话。